毕竟啊，他林依晨主演的电影《打喷嚏》经过6年风风雨雨，终于买回版权，亲自修剪，15日要上映啦。相比之前的台北电影节，他在映后上台激动酷酷。14日晚上在西门町的大型首映会，阿东可是整场秀嗨嗨哟，来有影片有真相，没有让你越挫越勇，然后怎么样跌倒都能够再爬起来的那一种勇气跟信心吧。就怎么样跌倒都能够爬起来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请柯震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指的是电影当中。好，我觉得就是勇敢去追梦，勇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虽然中间可能会很多人嘲笑你或是瞧不起你，但我觉得就努力做做看吧。而且如果努力到最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新的技能。本来只是演员，但现在连剪接、调光啊什么都会。除了被主持人酸，还笑着出奶。面对上映日强碰，韩国大片《时速列车2》，阿东也没在怕。有好电影就多看，如果《时速》卖完了，就买《打喷嚏》；《打喷嚏》卖完就买《时速》，可以放松娱乐一下。哎，对票房压力，不预期等期待。娱乐动新闻，坚持到最后，他总会给你一些东西。报道。